Azimer 曾经是知名拆兵合集。解说是制冰，渐变多彩色。先准备好各种色系的水，不会的去看圆球制冰那期哦。有详细做法，渐变色做法就是先冻一半，各个颜色混合搭配，期待小魔方的效果，双色一定绝美。这堆老演员们也都做了渐变色，只能怪他们实在太可爱了。拿去冷冻先。2 hours later， 看你的心情来混合搭配吧。不同颜色碰撞出不一样的渐变搭配，再加上萌萌的小魔方，可爱爆了！继续涂乱搭配中。你们最期待哪个模具的效果呢？我真的太多奇奇怪怪的可爱模具了，每一个都爱不释手。哎呀，洒出来了，这个小鸭子做了三色。星月盘来了，也做了三色。这个小可爱是好多人心中的爱用第一名呢。实在太美丽了，再来一盘。来点云母粉，做个炫彩蝴蝶吧。啊，是星河啊，云母粉就是太爱沉底了。多彩小熊小兔，硅胶模具大部分都很好脱模的。小猪小兔，其他模也是三色呀。大蝴蝶结想起用就停不下来了。双色戒指，红玫瑰，蓝小熊，红蓝混色大冰碗，拆冰箭楼